Hello， 大家好，我是柳叶大叔，今天带大家到柳叶长岛的琼斯海滩来海钓。今天天气还不错，现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有一点雾蒙蒙的。我先看一下我的装备，这个是装鱼用的 cooler， 然后里面放了一些我的钓鱼用具，还有一些鱼饵。这个是我的钓鱼用的工具箱，里面也是一些假饵啊、铅锤，还有鱼钩。这是我的两套鱼竿，海钓的鱼竿，然后还有两根放鱼竿的holder， 就是放在沙滩插在沙里面的，可以把鱼竿放在里面。这个是救生衣。如果海浪比较大的话，穿上救生衣会比较安全一点。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别忘了还要带上水，因为还在疫情期间，虽然纽约的疫情现在有一些好转了，但是，出门最好还是戴上口罩，做好防护。我们就出发吧。这个小车在沙滩上走的话，会稍微有一些费力。因为这个轮子不是特别大，有一种专门海在沙滩上用的沙滩车，那个轮子很大，但是整个的体积也很大，放在车上比较不是太方便。如果有皮卡的朋友当然可以买那种。现在我们就要走到，把这个小车一直拖到海岸边。这个还是挺费劲的。今天天气还不错，希望能有一些收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面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写着越过这条线才可以钓鱼，在这边写，在这个牌子的右边是不能钓的，要走到这个牌子的左边的地方才可以钓鱼，右边是给大家休闲的躺在沙滩上或者是游泳的人，这边是给他们用的。然后因为钓鱼的话会有鱼钩啊、鱼线啊，有时候会造成危险，所以要单独的在你的离大家更远的区域才可以钓鱼。好了，我们现在走到这个警示牌了，上面写的是在这个点以东，那边是东面，以东的地方才可以钓鱼。已经快到海面了。先欣赏一下壮观的海浪，今天的浪好大。今天来的稍微有点晚了，现在刚刚7点钟左右，但是海滩基本上已经来满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钓鱼最好。
小鲨鱼很多呀，都出来吃食儿了。这个估计差不多快两斤了。把它放了吧。大概有两磅的小鲨鱼。放了吧。有鱼吃了，有鱼吃了，这个怎么着也有两三磅吧，这个在海 bass 吧， sea bass， sea bass 两三磅，5.58磅。 You call yourself here as a blood? Yeah 5.58磅。 Yeah, it's a beautiful fish. The second one, first one I caught a little sharkYou did catch a shark. Yeah, I caught a shark. That's why I thought you were reeling in at first. I thought it was yeah, a shark. Yeah, yeah. It's a little shark. This one is much lesser. Yes. Yeah. And you can keep the shark. Yeah. You're not going to go back in. Yeah, yeah. Yeah, yeah. Now, do you need a license to do this? You can have freshwater license. Right. And add a marine stamp on it. Oh, okay. Yeah. What are you catching on? Huh? What were you using? The sand crab. Okay. Sand crab, nice. Yeah. Nice.Size of this guy, huh? Yeah. Very nice. Thank you. Thank you. Should get them stuffed and mounted, bro. After you eat them. Too big. This cooler 都放不下了。我要把它的尾巴要卷起来一点，头放在下面，尾巴卷起来一点。以后海钓得带个大一点的cooler。这个鱼两磅，哎，长得很漂亮，有翅膀，还有小爪子，这边三个小爪子，哇，这个嘴好大，哇，但很漂亮哦，还不是两个翅膀，长了四个翅膀。一对大翅膀，一对小翅膀，然后两个翅膀之间长了三个小爪子。怎么不会叫，咕咕咕咕的。拜拜，飞吧。今天收获还不错，这一种鱼钓了四个了，啊，这是第四个。拜拜。上了一条小鱼，哇，好活泼！
把夹子把它去掉。这条小鱼应该还不到一磅，拜拜。哈哈，死泡了我。翅膀再长大一点，再长大一点。哦，这个呢？3.56磅，3.56磅，哇，好大！啊，这个东西不能吃吧，不知道怎么吃。哎呦，放了。哎呀，大概有一磅左右，一磅左右，放了吧。海浪好大呀！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